你见过这么黏人的猫吗？当主人玩手机时，怎么这么黏人的，粽子？自己跳上来，这里有暖风机啊。那老钟赶跑了，亲。这屁股厉害了，老钟。当主人看电视时，老钟赶跑了，臭狗！不要把老钟赶跑！当主人吃饭时，有点烫。又来了，准时准点。哎，没有给你吃的了，等。
大突然吓跳了。当主人工作时，突然不要我工作了，那，嗯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嗯，他不让我听，看我，嗯嗯这么黏人的小猫咪去哪里找？